安早安。没有啊，有跟番茄约，然后开个台，等下稍微开一下看状况，累的话弹回去，不累的话再开一下。欸，都在吗？在啊。好，都在的话，好，我暂离一下。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这边剪得很开心欸。哇，好多可以剪哦！觉醒之石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宝地啊？安妮，你看。刚好30秒剪完欸，我等一下再回来打个招呼，我暂离一下。我就这样子状态去睡觉好了，就画面卡在这边，然后去睡觉。你看，一直剪。繁星有一个地方会卡在哪里？什么卡？卡什么？信用卡的卡吗？好幽默！好久回来了，那时候今天下午本来想要开台，我想想，算了，还是去，就是在很累很醒之间，很累很就想睡不想睡之间嘛。嗨，袁安安，今天下午我去看你开原神哦。下马克安安，这 GIF 吗？没有啦，帮你拿东西。他是谁？好，开始哦。雪莉安安，林同学安安 ，Yuki 安安，青蛙安安，小少贝的贝贝安安，蹦蹦大家安安 ，SHARK 安安 ，UC 嗨嗨哈安安，杨洋安安，思思安安，秋风子安安，作为昏沉安安，KICY 安安。阿亮安安，这是 GIF 吗？没有啦，我想说，欸，这边剪得很开心欸。
都偷看，当然要偷看了、啊。小妞安安，怎么念？九虎翼，安安，怎么念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先看完前面。我看一下安妮在不在哦、喔。安妮，你在吧？安妮，安妮，点名安妮在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捡到觉醒之石哎、欸。然后我今天下午还在看那个，有人在那边敷那个甲贺忍蛙，对，然后看了一下就关掉了，我想我好没意义哦、喔。对，我想说哇，我逛的太少了吧，连这边这么宝蓄的地方都没有。然后逛着逛着又来到这边，我想说嗯，继续捡，捡的好快乐哦、喔。所以我今天下午其实就是。想睡觉，但是就在捡东西。想说这状况还是不要开台好。你看，哇，我捡的好开心哦、喔！你看，捡，然后出来，哇，跳一下也没有跳，我就应该有跳啊。然后，哎、欸，颜色那怪怪，有啊，有抓到啦。然后，这个。就是今天 FB 有 PO 的嘛，我在你看一下右下角是那个呆河马的大量发生嘛，对不对？在等，我说哎，怎么就只有三只？应该都被野闪那个都被野怪抢到了吧？你看都野怪，然后哎，这是野闪呢、欸，白痴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，早上等到晚上了，那想让我看一下还没有野闪之类的。然后我想我往前走、喔，我再多走几步，这只呆河马就会消失。超白痴的，小熊熊安安，等下你看到了吗？好，这个就是你看捡得很快乐啊，再看一次，来开气死观众的台，没有就，而且我那个呆河马其实已经刷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虽然没很认真刷啦，就是边看台边 DC 跟人聊天，然后稍微刷一下。然后我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拾荒拾得很开心，哎，来，他这么值得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其实值得，他那是晚上啦。你看哦、喔，我先解释一下，我停在这个画面是在 DC 跟他们聊天。我说，你看我的帕奇利兹捡到月之石了，这样子，是吧？我就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，然后继续去捡东西，然后捡的，对呀、啊。然后想说，我这边想要去跟 NPC 对战，我想说。打死 NPC 之后有那个道具可以捡，看到这只好像有点白，我去撞一下。哎呦，因为今天他们在那个聊，在那个吃那个嘛，昨天那个不日本账号的那个糖果，因为他们999了，我就说哦，那你帮我吃帕奇利兹两只，然后还把番茄那个特性是石曲，我把它吃那个世界冠军，把它吃成那个石曲，他反正逃跑了，我吃成石曲。没有，其实它没有对比的话，很白，很不明显哎，对吧？那只纳氏草没有对比的话，很看不出来。你看我，因为我今天都在砂石场这边，把 NPC 打一打。然后顺便用石渠在那边玩，就是今天的 OG 吗？你看我还在这里，我在这附近玩。哎，这边就是纳斯草的位置，有没有？我今天捡完之后就没再开了，跑去捡秀特。那想说之前安妮捡秀特，我想说好啦，自己来捡捡看，然后去查一下秀特的规格啊什么之类的啊。啊，还有番茄，
跟我约八点，结果睡死。哎，然后想一下哦，那个隐藏的地不是隐藏的地方啊，那个沙石那个沙堆在这里，你们等一下来这边看一下，是你要现在吗？可以，就是这边，就是沙石右边的右上这里，前面这个七星堆，好不好？这边我那时候就从这边从上面沿路捡下来的时候，发现，怎么前面这么多光柱是 bug 吗？然后走过来，哇，好多东西捡哦！我以后每天要来这边逛一下，很嗨、欸。利安，然后这是齐鲁利安，不见了。然后你说卡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其实这个铁栏杆就很好卡进去啊。你看，我就是看好哦，我的帕奇利兹嘛。等一下有人想撞我。我的帕奇利斯上没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打的不一定有东西啊，就只是讲一下，一个很低的几率。你是说大大设为加真品那种东西吗？不是几亿分之一吗？你是看到那个东西吗？那个我们知道啊，怕毒了。对，那我们都知道啊。我现在已经，我现在在搞一个。你是说小小大大的那个真品来杯茶设为吧？就像我最近在自己搞自己的啊。你看捡到什么？活力新块。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之前无聊玩那个真钻的时候在玩的回收，就是可以带五只帕奇利兹在身上，然后配一个那个打手，米米安安。不过累死够没用呢，一定要进战斗，所以我才会今天在那个打 NPC。哦，今天就真的是在这边捡的很快乐啦，有捡到一些蛮好玩的东西啊，比如觉醒之石。对啦，我原本在找那个啦，托托影的那个宝主在哪边？因为宝主不是最大的吗？然后我就在找托托影的路上，想说，怎么找不到？哦，有哎，然后就边捡东西，还是没找到托托影。一家属也很好捡，没有啊，只要有拾取特性都可以啊。喵喵也有啊。啊，重点是你等级要练高，才会捡到好东西啊。你等级低都是捡到那种伤药，不然就是那个大蘑菇。所以前期我那时候想要抓很多帕奇利兹，但是帕奇利兹好难遇哦。前期月雪安安没捡到东西，好了，等一下开个光遇好不好？我们番茄不是我们番茄，你们番茄要单膝跪地了。看一下，安妮，你看我的画面，胖丁在这里。这个宝可梦站，然后吃那个妖精遭遇三，海草安安，特洛安安，抱歉，
不是没看到。百变怪的报恩。然后他们讲完这句话之后，我就说好啦，我今天开那个什么，我今天开真钻台好了。这一条会遇到，然后你就走到这棵树跟这个石头这边差不多，到了之后你就往右转，到这里都可以遇到胖丁。不过比较容易遇到那个啦，看小事一大堆，因为这边的胖丁都是这样成群结队的出，可是看小事也是很多啦。那天啊不那个桥段降了，对不起，桥段降很多。这个昨天就是在这边又抓到一只色尾桥段降，明天来这里刷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来吃，我请你吃三明治，要不要？然后我们就各刷各的，就是吃完之后中断连线去刷啦。因为你多人的话，你逃跑的话，你的色尾就没了。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先连线吃东西，吃完之后中断连线，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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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福安安，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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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点哦，我看一下，我今天有稍微记一下，好像是这里，好像是上面这个平台这里。白痴才要什么？蹭完饭之后擦嘴走吧。对啊，就跟对方说我去下洗手间哦。刷一个可以两个抓，只是刷到色尾要独挡。三明治没有，我知道啊。是啊，就是你多人模式的话，不是退出战斗的话，宝可梦会消失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而且我也不想离开房间哦、啊。你知道多人连线 bug 很多呢，是最好笑的。看一下上次安妮，她在我面前手在那边挥，跟电风扇一样。这里，这边也有胖可丁，就这根柱子。的下面都会生，这里，不过这边也一样也会那个啦。吃妖精的话会有那个桥段降，蛮反的。好了，我去开个光鱼。一下下就好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是真的设那个闹钟起来，就怕又做噩梦，就怕安妮说繁星，繁星，你要对我的香料负责啊，繁星。我说：“哎、欸、啊，不是哎、欸，好好睡个觉很困难嘛。我哪有叫你刚刚那样子？你剪掉了好不好？你连打你家狗狗屁屁都剪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以这样剪掉，你这样就是头上的被雷帽变成狗狗的过程都没有啊！给你看那个紫色多。”我真的是昨前天那个时候太累了，就说你要怎么对我香料负责，我就直接打那个啊，阻挡压。嗯，欢迎安安。好，等一下，好了，番茄，我来了。嘟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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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拾取你没有捡到什么好东西过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
然后等一下哦，安妮不是说那个吗？爱河嘛。哎，臭狗狗还想咬。这四只是今天的战果，不过河马是大量发生，被那个遭遇，你知道集那个一家一那种、全家福那种遭遇养坏了，已经觉得大量发生，好看脸。YT 这边我看一下哦，海星安安，叶桥安安 ，Joyce 安安。哎，这个它其实不会很紫啊，它是好看的紫色，只是那时候在太那个月亮下，所以会比较紫一点，有没有？这还是可以的吧？只是屁股这个大饼这个屎，好看的吧？你生一只就买一箱了，我有看到。哎、欸，你好扯哦！你才一个，你在我睡觉的时间又刷了快半箱哎、欸，你好扯哦！你是不是有吃料理？你是说那个吧，月雪吧？我没有吃啊。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对伊布的爱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人说你不爱伊布啊。哎、欸，干你不要转圈圈哦，你他妈的！他如果在转圈圈，你他妈你都在转圈圈。懂了吼。动了齁，牛牛安安，我看到了。他睡着了。开心的，要帮你补吗？补什么东西？补阳寿吗？你要怎么？马卡龙，好啦。番茄上线吧，我来了。哦哦，四代哦，白痴，嗨，不打，没关系，我自己。好的，你看我们安妮姐姐她已经，小妹妹她已经靠自己啊补了多少，哇。这女人真的是不能激耶，你看她其实不能受刺激，为什么？她再多一点点刺激，她就从国外跑到台湾来堵我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不能受到刺激？激不得，刺激了一下就会杀来台湾了。那封印真的很讨厌啊！虽然我没有上历史课，但是我也是建议啦，历史课可以上一下啦，因为有些传送点还是很方便，因为它是直接传到那个附近，所以你有上过历史课，那个点还其实还蛮好的。我合理怀疑我的闪符是假货，没事。谁不是嘞？
哦，对啊，哎，玩过阿尔宙斯，就是那个剑不敢乱拔，就是因为玩过阿尔宙斯之后。阿尔宙斯可以飞，但是叫滑翔吧。哎，鬼火那东西你晚上才看得到，你白天看什么？那很亮哎。再加上我说一个没拿到，你看我就是106个，最后一个，我真的是最后是在那个什么红莲那个张地图才找到的，真的很烦呢。然后一个一个去确认，然后当你确认过一轮之后，就说哎、欸，我都拿过了啊，怎么跑去哪里了？阿香安安，但是我买纸版本不是比较大吗？那确实，那可能就真的是你的问题了。玩过纸版本的都说纸版本的出闪率很高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租版本的肯定都是拿完闪服之后才高的，讲屁话。讲屁话也烦心。哎、欸，今天是黑石还是红石？打完地层继续刷闪区，打什么地层？哦，哎、欸，问一下，你叫我刷布丁，可是布丁它碎片要怎么办啊？它就只能靠商店买，不是吗？还我吧，你在演唱会。这要在演唱会啊？真的假的？难怪我找不到，说想说在哪里。买一买哦，哎，要买到几星？5星哦。然后我今天尝试去打那个美美的那个6星的，打不过哎。他这一等级18多，我1125太贪心了。我112等的我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哎，看一下各位。哎，我怎么去找你啊？番茄，你在哪里？跟你说，这个是演唱会现场，这是我们光遇大型演唱会的现场。看到这些全都是玩家，很容易串。番茄，我好慌张啊，番茄。这传得过来吗？在船商店那边，船商店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你说原本基本上找到朋友试了好几十次，这里啊、哦，完蛋了，没钱。哎、欸，番茄来了，干爹，哎、欸，你不要乱牵手哦。今天叫你爸爸不是因为可以让你乱摸我。我打喷嚏了，哎呀，好痛！我哦哦，保重。哎，我今天只吃一顿饭，只吃早餐，然后。就想说，哦，不行，好累，好想睡觉。想说，好啦，睡醒再吃。我想说，抱着起来听安妮台，然后继续躺下去的心情。然后现在有吃的在旁边啊，你跟 NPC 说话看看。有，我说了，然后嘞，啊？啊，北西北西北西，这是日币啦。
有没有看到那个翅膀？跟你说，这个翅膀理论上是不会再复刻了，所以肯定要买的。哇，送到不见了。你去看一下，嗯，你好像胜成功了，这个不是要那个吗？你要有东西喷给我才有成功啊，因为我没有接收的动画，哎，这样算成功吗？下面时间是演唱会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顺便跟优主播说一下，哇，还有没有想玩这款欸？截图，嗨 JT， 没有显示翅膀，那我回去了。回更衣间，这边是不是没有？好扯哦，怎么没更衣间？那我回家喽。这里有，它怎么没有显示？真的还要过来呢？哪里呀？在对面吗？右边。对啊，那叫番茄带我的啊。番茄更衣间在哪？哦，找到了。哦，白痴叫裤子跟面具啦，啊，没有翅膀啊。这个不是那个吗？啊，这是礼包的吧？对啊，那没有送到欸。可是他知道我没钱。重新上线看看，刚是只有翅膀的。哦哦哦，啊，这边没有翅膀的啦，哎呦哎，白痴哦，哎没有哎，你看没有，他叫我在充电购买，礼包 bug 了，哎，那通常这样，好像上次有这样过哎，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？不用理他吗？啊，这会卖几天？这个要卖几天？
24天哦，哦这么久、哦。那先把剩下两个送你，好啊。你是说两三天还是23天？那两个差很多、哦，那两个差了10倍哦。哦，然后24天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说刚刚讲两三天，怎么是24天呢、啊？23天，我说哈。哦，是这一件哦，一样要先看过吗？看过就好吗？要，你看它差好多，为什么？他们两个有翅膀了。你看土龙姐姐啊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拿到了！啊，是透明哎，这是披风吗？这个披风好看哎、欸，这情趣披风吗？婉欣，你在说什么？是啊，蕾丝哎、欸。一来就听在奇怪发言，还好吧？刚下班，一凡嗨，集体出来问号，还好吧？哎、欸，我最近发车，他们就这样子、欸，干嘛？是没看过我发车哦、喔？而且有时候我也不是发车，我是讲很认真的东西，他们又打问号、啊。啊，我的翅膀嘞！你已经收集仙灵，感谢你的慷慨。哎、欸、哎、啊，番茄，我去拿一下哈。你这边继续买，啊，你先继续购物，我去更衣间。感谢，哎、欸，这是之前的吧？小伟不在啊。哦，利恩，好了啦，利恩。有了，番茄有了有了，翅膀底加，啊，由于这边怎么说，这里，因为这个演唱会啊。他来，老实说就是那个啦，版权攻击啦，所以之前这边不，昨天其实蛮多实况组在直播那个演唱会的。奇怪，不能先买吗？订阅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之前被送订阅，现在都自己会显示。哎，他还是有点歪，强迫症看起来是痒痒。哎、欸，所以他下一季这个火盆，哎、欸，你是妖妖？太好笑了、欸，哎，妖妖。我又收到爱心啊，气死！收一收，收一收。
这种鬼畜啊，在干嘛？这次杯杯会把人家盖住哎、欸，之前的衣服都也有几个会这样子啊，不是吗？那请问你这头发怎么盖？然后演唱会开始之后啊。就是，其实你看我这样吼一下嘛，就是，我的专属位置在哪里？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专属位置，然后坐下来之后，也不是说专属位置啊，会，就是像你看现在我坐在这边，然后。你看到？啊，完了，好吧，串了。你看，你现在是361组的一，然后就是，可以做哎。然后就是，之后做快做满的时候，他就帮你带路说啊，哪边是你的位置啊什么。还是你等一下跑图，我等一下，还好可爱，我等一下手机跑图吧，那个，我等一下画面就阿尔宙斯啊，那个珠子，下一版本的那个火炉可不，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吗？那个水壶，那个也可以点火吗？好可爱哦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买这个不卖啊？那个下面有弹簧的啊，这样也好。那我切换账号，好换游戏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欧若拉季节最后的东西。回家，回家。啊，这个翅膀效果该不会也是飞到欧若拉场地吧？是吗？它跟小王子披风是一样的东西。这感觉突然变好顺哦。哦，对啊，是哦，真的哦。嗨，我们穿到谁了？你好。你要存钱来买，啊，就只有这个蝴蝶翅膀，另外一个情趣翅膀就没有了。情趣翅膀，海泽，我录 CDC 的审核没过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帮你注意，因为早上有在请他审一次。我先帮你看一下，你是哪边没过？你就叫海泽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也不要催，因为他一到六都是上班时间。你的 F 对吧？你的 FB 就叫海泽吗？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他礼拜三的时候省了一大堆人进来了。不对，礼拜二、礼拜三省一大堆人哎，所以没有省到的，他应该也是太累了啦。二十几个哎 ，FB 不是海泽，对不对？你私讯我那个，你图奇，你私讯我图奇，我看一下你叫什么。
哦，看到了。哎，对耶，他打个 OK 就没下文了。我问问看哦。还有人有什么没有进群，但是有那个的吗？抱歉了，抱歉了，因为这几天礼拜一开始那时候百变怪的时候，多了太多订阅群，所以。抱歉了，其实这几天也有人来问啊，然后他也是说太忙了，他那边真的太忙了啦，就是你看他大半夜，那时候我不是在抓百变怪的时候跟他讲说，3点多了，你赶快去休息，你早上9点要起床，然后。那时候我不是在赶他走，我人在外面晚点。对啊，其实有在看 DC 群或是赖群的话，还是怎样，就会看到就是。他都有在，可能谁生日啊，谁怎样的，都会先在那个群主 take 那一位来打字。啊，我们会填什么 DC 那个一些表单嘛。啊，有些人可能不想要生日被知道，所以他生日可能就不会 take。然后有些人没有随意的话，就是我们也是生日那天会 take 他，那就会刷生日快乐。对啊，就有时候我提醒的话，我也都是抱着就是可能会被他骂的风险，他可能偶尔都会，我很忙啊，大哥哥，我很忙。我说我知道，就我来稍微提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那种就是请秘书做事情，就是那种很卑微的老板说，哎，那个秘书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开一下光遇，手机开光遇。不好意思，番茄。那、啊、所以你之后在生蛋了是不是？也、欸、刚好海胆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卡在看海的画面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连接失败，请尝试连接您的网络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开闹钟？白痴！我的网络有啊，还是有更新？我今天才开诶、欸。拜光遇，没有啊。对，好了，的头啊 ！Oh my god！然后今天下午点开呆鱼的台的时候，哇，好久没听呆鱼的声音了。然后就看到利恩在聊天室狂洗版，主要是因为只有利恩打字啊。番茄，我来了。哦，对，上次带你们去沉迷台还好吧？没想说带过去之后你们都没打字的，想说应该很正常啦，毕竟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嘛，有时候太热情或是
也怪怪的。哎、欸，你要用魔法的话，你试试看哦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也是番茄，明明就可以跟我解开杯杯的，辛苦小帮手了。对啊，我讲了、啊、也，他们几个那天百变怪，光是百变怪都无偿帮我嘛。然后啊，小秘书又那边隔天要上班的，然后还在那边给我帮我弄这些东西。我说你先去睡，你先去睡，剩下我来。他都快搬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要试吗？还是不要试？我觉得这边可以吃个龙遭玉粒耶。来看猪，就是刚刚。后来你看看送的加抓的总共850只，哎、欸，抓的可能要加4只哦，因为那时候我有额外再多拉几个人上来，没有，至少6只，我没有算在那里面，房间名称没改啊。你看，总共有400多只百变怪，高冷羊。你只有算身份组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位安过头了，我只显示一次哦，没有下一次了。这里呀、啊，你不觉得这边吃龙遭遇力很棒吗？不对，有百变怪，可是，在大锅湖吃龙遭遇的话，有机会遇到米粒龙色尾，好纠结哦。好啦，我。然后我再把你ban了，有的抓完领完退出，他，光是看我薄荷就200多了。哎，番茄，我等一下回家一趟好了，因为。如果出现睡觉符号，不就是没了吗？哎、欸，人安安，啊，对，所以米米，你有要换吗？还是不用？那一批就留你那边。你不是说你有要留吗？挂台打战车，我战车，战车是什么？不用回家，不是啊？不回家，我怎么拿琴？后来都样样，你们在抓，你都在后台杀后台哦？不是，最后一天的时候你睡着了，不是吗？还是啊，倒数第二天你睡着了。解除那天战车世界签下去，我撑很久哎、欸，然后就睡着了，对不起啦。那天是真的烤窑啊，他怎么是歪的？请问这是二打一的画面吗？我借给安妮看，安妮。不讲武德哎、欸，二打一。你可以拿琴，你真的回家就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想要去用那个哎、欸。小起点丢下来那个东西，感觉是很简单很容易啊，只是要再去看一下怎么弄。看着电脑，手机放旁边，然后回去抓百变怪。哎，长在石头里。是我想，
这边吃个海水遭遇，去找个金手沙滩，我吃个水遭遇，遭遇力水跟闪耀力来抓抓那个好了，海地鼠。最后那天晚上，一定是我不在，所以才来搞这些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那天晚上，就是我们隔壁那位小姐姐啊，她开心刷社尾的日子吗？就在同一天，她在快乐的刷着社尾，我却在难过着，在这边处理一些。啊，百变怪的事情。哎，色维的海地鼠是什么颜色？我知道山海地鼠是蓝色嘛。哦，这边好，好棒哦！我好像来过这边一次。看一下哦，好，右上角沙滩。黄色很丑，那个作家丑，它是很丑的黄色吗？挺住，嗯，你们在。海地鼠这边捡到挺住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真的是很丑的黄色，那是不是脏掉的那种黄啊？就是亮黄色啊！我去查一下好了，反正还能是哥打呀。不好意思，你送了东西给我。六星火牛来了来了，解锁拥抱。白痴哦，你是要点白蜡点到我？请问解锁拥抱是什么概念？然后我还解锁下去了，白痴。我想说，你要干嘛？要送我什么东西？哦哦哦哦哦！你帮我打把琴打开了是不是？哦，感谢你。没啊，不是要杯杯。哦，你真的要杯杯啊？啊，边不要回收讯息。你们回收讯息的都该小心，不要被车。我去找一下珠子攻略，海地鼠是编号多少？96。哦，弄下面哦。Ctrl F 海地。欸，其实还好欸，味道很丑的呢，还是因为。意识图不是很，你在看山海地鼠，我知道蓝色的啊，它进化就不行了啊。你知道，我觉得叫欠炸好像也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会讲抱歉跟爆炸，对不对？他会说你干嘛抱我？抱歉啦，我说哈，好啦好啦，抱一个啦。我爆炸啦，我说没有啊，我没抱抱啊。反正记得打雪飞的碎片，六星很强。雪飞是谁？谁是雪飞？你可以跟我讲说第几关吗？关卡是50，太久了吧？我的困难只到28关呢、欸。调过刚好换日，
刚想喊佳佳的，对，我刚刚就在想说，啊那个号码咧，我怎么还没等到号码？欸，不行，我找个地方挂机好了。我肚子不知道不是痛，我肚子好饿，饿到在痛。而且我看你的手在抖。我的火牛，他的瑜伽之力，他的瑜伽之力都快出来了。上次好像不该来这边预野伞，上次来这边预野伞，结果那个沙尘暴刮的我真的好不舒服哦。这里啊，那时候是听忘记谁来说来这边刷的。你看这，不知道为什么来这边就是会下雪啊，是固定的。然后早知道跟安妮一样去刷那个。那段路我知道那段路会给那个沙奈多，只是我想说会不会多跟少而已。想说就听你们有经验的人，啊看，听有经验的人来刷。你现在花田也很不舒服，找人让你舒服哦。苗苗安安。哎，欸，捡到什么啊？回收 ，BP。哎，这游戏没有可以挂机的地方。肇事车。啊，我要把今天那个跟跟月雪 A 的那个 GF 丢上来。属性浏览开启，来跟着一起摇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聊他的时候说什么啊？有这只狗吗？我没印象。我说有啦，就是在最后啊，不是最后那个啊，打幽灵系道馆后面狗在那边摇啊。但是我没印象，我还跑去找那个我的记录档，我想说应该是第三天或第四天吧，就发现哇是第二天呢，哇我也太冰了吧，肯定是被安妮击到了。拉影安安，很可爱欸，有 GIF 的图档吗 ？DC 有啊，你 DC 搭到大概下午四点多的时候，你看一下。
还是月雪再贴一次啊？原来学院旁边就有会飞的烈鸟卢沙了，哪里啊？啊，不是啊，学院，你是说学院上面这边啊？这里啊、喔，这里就有是不是？回吧，好啊，我回家拿琴。嗯，我怎么可能走过这里？等一下哦，在右边些。好了，阿茄，我来了，阿茄。好诶、欸。诶、欸，啊，所以，所以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快哦！所以我要说什么？完了，我要说什么？没印象了，好像只是，好像只是。怕尴尬，讲了一句话出来，然后就没有下落了啊！所以我们要挂哪里啦，白痴？没有什么推荐景点吗？跟光遇一样，可以看好看的太阳啊，或是什么？我本来想要去找那个，那啥，猫鼬展跟那个嘛，半石蛇的位置，他们两个不是会打架吗？然后同时遇到他们两个好像很困难的。我的讯息好像被跳过，对不起。你打了什么？哦，教主要先换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。抱歉，因为啊，你这讯息会不会是刚刚在跑那个啊？我在开光遇的时候啊，好像是欸。说要吃东西，结果一个小时了还没吃。你情会解除欸，对啊。可是它会显示我没挂机欸。饿太精碎块，他怎么知道我饿了？好了，喵喵来。有没有几只？雨林带乐器没用。你怎么知道在跑雨林？太狠了吧！黄昏不会出野黄昏狗。你说大量发生没出来吗？哎，看到没有？日之石，啊，又捡到了。回收。7+12，好，啊，总是7+12这个怪凶，什么意思？请问七是什么意思？十二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不知道，人家是7+11，你是7+12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 seven 什么？
我一步再两只就一箱了，五分钟内连续生两只，每次三名。没有啊，他是叫黄昏狗啦。不好意思，月雪，一箱怎么够？啊，再来是不是要一箱的那个啊？布波，别让安安，岩狗狗进化不就有了吗？嗯，岩狗狗不是要在那个吗？我行我素吗？然后在黄昏进化。哦，七只百变怪，十二只蛇尾。哦，好，十二只蛇尾哦，怎么你这边这么狠？他们那天两个人加起来也才九只，那、啊、你就十二只。番茄，我好痛，番茄，没撞到我。我都忘了我行我素，对啊，要特性，虽然吃个胶囊，吃个药就好了。我帮你呼呼吼，救我，安妮，救我，你们家番茄在用语言骚扰我。安妮，救我。等我一下，我在挤酱油，我在挤。完蛋，我们下午聊太多了。那个百变怪的讯息没了。只是没啦，被冲上去了。然后敏敏这只角色不用太早删掉。那还有爱金碎片跟经验糖果可以利用。今天下午就是在吃钛金，在吃经验糖果。有丁选吗？我有丁哦，还是谁帮我丁的？我没有丁吧？我怎么那么棒啊？哇，繁星，你怎么那么棒，繁星？哦，我行我素不能吃药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哦、对啊，就抓一只拉鲁拉斯啊。我之前阿尔宙斯就喜欢大家带着那个复制沙奈朵到处跑。我、哦、是温阳丁选的、哦，哇，温阳你怎么棒？小唐儿，等一下来领你的百变怪哦，小唐儿。你遇到的第一只就是我行我素，哇。那所以色尾孵蛋孵得到色尾的我行我素吗？所以孵得到吗？哇，寿司好好吃哦，地欧一西。我行我素，就是我行我素，我不计较嘛。银狗狗这么特别的吗？我记得不会。我以前日月有孵过一只，它现在好像后里面。
小六安安绑不变的话，记得付出来特性不会变。不是啊，哦，不变之时他也，你怎么那么多亿多百变怪？你 是不是这四天都没参与到啊？这些都是异国干爹去抓的。那天我开给他们抓，然后那天也送很多异国出去，你要吗 ？M， 我连续开了四天抓异国百变怪的。你那天不是问你你有没有需要什么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哎，你要不要之前换百变怪时收到的闪光？可以啊，我这些土龙弟弟就是拿来当筹码的。那我干嘛那么多土龙弟弟？有多的话可以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就是要留给就是正式的啊。赶快，我们的第二团6V百变怪快出了，是不是？哦耶！什么 XVA XV 零？看 XVA VA 零。第二团要出了吗？来吧，六星色尾，不六星啊，六 V 色尾就是你了。这个我们就私下自己解好了。不要再开台，是啊，不要再搞什么活动了。这个我们自己私下聊天室有的话自己。凡心有斗笠菇吗？有的，我用黑橄榄跟你换，可以不要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私下用就好了，不要再开台用了，不要再搞活动了。啊！哇哇哇！我昨天开没人进，走今天一大堆，没看到吧？百变怪怎么可能会没人要进？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是抱着5V 的心态进来的，对吧？那我要用什么跟你换？你要换什么？不好意思 ，YT， 你要换什么？那个 YT 的又停吗？你是要跟我换什么？斗笠菇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狼心安安，没有，这些暂时要留给朋友的，虽然我朋友没那么多啦，只是后面我现在换给你的话，其他人会陆续来跟我要，我会怕这种情况发生，好吗？搞不好那天没参与到的，或是有参与，但是没填表单，没有加 DC， 然后重复拿的，可能都有这状况。你那边还有五只，你那边自己留着啊。你那边有玩珠子的，肯定有朋友吧？对吧？没有，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因为其实昨天有一个人有问说可以跟我换吗？我就有思考几个状况，就是。要么他之前已经有换过，然后要么他有来抓过，再来就是我换给他的话，那其他人陆续跟我要的话，我要怎么办？你那个包包哪个城市买的？波平市三楼，波平市有个理发店，在他的左边。哎，这个老熟了，因为前天有人问我。他说：“请问主播，你的包包哪里买的？啊，记最熟了，波平是左边。又六 V 哦，哇，
真的假的？各位，又有6V 了，各位，你还要刷吗？我是不要了啦。我问一下聊天室啊，有人没有？有人没有6V 百变怪的吗？如果有需要打的话，请到如期好不好？我相信聊天室都有，你等一下嘛。哇，你好可惜哦，差点就成为我们兔窝第一个6V 的痛了。亏你那天刷半天，天啊！我听到6V， 我丝毫不为所动，我怎么了？哎，你有了，我没有。什么性格？对啊，有没有那个四大性格？温顺，温顺是不是也是不加不减啊？那个2467，好了对不对？结束了对不对？米米结束了对不对？还是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7+12，24，68，还有，你最近在敷剑子棉？你说全铜的那只剑子吗？什么6V？百变怪，我就开五场。还有，好，我目前在用内练5V，虽然觉得已经够用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啦，有只异国的就够了啦。所以，那个猴塞嘞，我给你网址，你到这边，你看看你有图奇账号，你来这边，等看看，海豚是番茄给我的，我等一下看上面是不是叫安妮的名字，我的天啊，如果是安妮的话，我会投诉他哦。哦，不是哦，好好。那说看到如果是 Annie， 我说哦，那看球就不知道不是了，好没事了。你真要跟安妮拿他那一只？你们在交易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在交易什么东西？我还没跟他说哦。哦，第二只欸。侯塞雷，你有图奇吗？你有退取账号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请他开一间，然后你进去抓吧。你有在聊啊？怎么那么辣？有在聊天室吗 ？Hello， 在或不在也说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男人不在怎么说？你在太近站加不了，他会开五场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口香糖有什么特别的掉落物吗？比如膏药、胶囊、香料什么的。不在的喊佑，对啊，喊一下欸。抱歉，怎么是百变怪？这位哦，如果我算错是9+10，靠，有两个银皇冠，好啦，勉为其难，还是不要去打好了。这位是蓝的，对，我在想什么？想安妮的。现在有人进来，哇！那位 YT 的，
你有没有要是？你有吗？不是社文，你有吗？不是百，你要抓百变怪啊？甜菜爱茶德安安，哎、欸，错过就没有了哦。你错过这班车，下次的百变怪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哦，塞雷不在的话，我没办法帮你喽。哎、欸，木来 ，M N 没了。哎、欸，木来，哎、欸，木来。晚安，现在在做什么？台主在吃饭。然后我们聊天室又有人打到6V 百变怪了，看有没有打。待会你那里六只，你们要留了、哦。我想说，你不是有说要留？我、哦、专心开台，男人光小。我对社会没兴趣。好，阿亮来吧。冰恋安安。嗨，冰恋。好耶，谢谢，不会。你赶快去敷吧。阿亮来吧。哎、欸，冰哎、欸，那个谁，骷髅，你刷掉了吗？还是我给冰恋好了？哎、欸，冰恋，我再付下一个人的生日礼物啊，该不会是我吧？可是卷卷儿没有登记耶，卷卷儿没有签证耶。所以我 PVP 打完大师级就开始长草了。尖尖的，你要不要打6V 百变怪啊？那位骷髅在开，看你有没有要，或是你直接跟我拿一个异国百变怪，看你要不要。你对生蛋有兴趣不是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这边那个异国给你了。因为他今天在啊，干那么紫哦，是菜渣的颜色哎。因为他今天在那个啊对战队伍吃到没糖果。
我有6V， 也有异国。啊，有，有，我有6V， 也有异国，但没有异国。哦，你是分开的，白痴哦。给你一只啊。欸，要打百变怪的去哦，聊天室出来了。满了，你看还是很多人会去打的吧？聊天室肯定还是有人没有拿到的，或是想要收集。好，你起床，好。我在找狗狗在嗨什么？他跟布布在嗨啊！你都没问布布在嗨什么？布布比较嗨。你这轮钱还没刷完，慢慢刷啊。你一堆六V 异国，还设尾哦？哦，那时候集聚洞可以刷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知道我最近想要练这只？天哪！我还想说，我应该是物色好场地了，吃个地面遭遇力开刷。但他进化就不想抓他了，哎，狗狗长大都会长歪的嘛，没办法。回家吧，好，我回去找安。那你再来要跑哪边吗？没了吧？哦。好扯哦！海龟就任务结束了吧？好啊。黄昏狼睡觉好可爱。哎。有时候比娟娟都可爱的，有长耳兔跟胖丁，那个小唐儿来，小唐儿过来，百变怪第三场26CNR3，来宾在吗？Tank 啊，上安安，你、欸、真的缺百变怪，你好扯哦。那给你这，我先去下棋，有什么刷色再叫我。有需要刷什么？哦，你大师了哦，你大师求级了哦，你这么狠的哦。
欸，男人，我好像没有接任务欸。啊？但我不打双打，好懒，断掉了。我知道断掉了，怎么那么狠？哎、欸，对，我这没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有接任务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有接啊，低能，繁星又在耍低能了啦，哎呀，这个繁星又在耍低能了。而且你总是先来解任务啊，不是要海龟吗？你这样来得及吗，男人？是我断掉吗？可以吧？就大贝壳，有时候你太慢去的时候，大贝壳会不见欸，你就那十分钟就没有贝壳了，大的没有啦，小的还在。感谢主播，不会不会哦，原来你在哦，刚在喊你，不然 Sora 这边那只给你啊。左下角狗狗好可爱，你要吗？今天跟月雪 A 到的。那是别的宝可梦群贴图，我只转成 GIF， 但是我们没有啊，这样就会有什么东西？你还在火车上不能换？哦哦哦哦，你是请人家先帮你抓是不是？肯定可以的吧？月雪去抓，月雪去抓。啊！我刚很认真在看一部哎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你看一部就好了。番茄不好意思，会溺死。我感觉有一个一直进来出来出来啊。请问你这个是真品吗？哦、你在看海龟在哪里？你这个应该不是真品吧？这边怎么看真品？查看能力？不是欸，那我要放生咯，放生，管他。看这些都设为了，我要再抓一只给你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因为我要放生啦、啊。好多，阿人缺就是 Sora 他要帮朋友抓，然后他现在人在火车上，他开的条件是
用一只蓝色龙虾当筹码。大家应该有没有？他知道帮本有说啊。啊，我有跟他说还是这边给他，他说没关系。是没关系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女孩子吗？请问这个的没关系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小女生吗？你统计一下几只？没有啦，那个骷髅好像只开几场而已。你好了，哦，好，我来了，等一下哦。葡萄牙嘞？我在这。就是不想说安安，你还在 DC 排队？你在排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在排什么队？那个连一白脸，你在排什么 ？DC 没有在排队了啦！白眼，帝国，我等下丢给你啦。冰脸，你叫不冰脸，那个白脸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就叫白脸吗？你登这个进来，尤米诺安安，阿姨冰脸是不是？你随便丢一只给我就好了啦。虽然聊天室现在是有6V 啦，但是不是异国的，要靠，肯定要靠自己去换。好了，然后我的寿司吃完了。调味料车比6V 好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就跟他讲说，相信我，调味料很棒。我是狂说调味料很棒，不要丢下调味料。你是白嫖人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那个白莲在吗？那连啊，连进来吧。我想说，你竟然在讲，你还在排队。说哈，你怎么那么傻？结束了呢。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记得有一个人好像是说什么9点要上班，还是9点谁的？是不是就你啊？你是不是那个上班然后预约9点的就是你啊？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，每次都约9点，然后有一天我不小心睡死了。
们这边稍早那个白月雪啊，他有开过666香料的车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是公的还母的？公的差评哦。请问这是母的吗？很猛啊！就是因为那六香料让我对他印象超深刻。好了，你要回去睡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公的，好吧，那还是要剪掉。哎呦，我有收到任务。哎，就是要一趴，不是有领过吗？哦，他没领过、哦。就是要一趴在聊天室吗？日办的产率是比如说很高啊，就说有啊，我们的体感就是有好吗？你以为那天我跟安妮说什么主板的闪率比较高，你以为我们是讲讲的吗？谢教主，不会不会，假的吧？真的吧？肯定是真的吧？我怎么感觉没有？你玩主板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一趴哦，来来来，一趴来。一趴来跟你换，我小火龙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看一下 Sora 的小火龙，你看看冰山的小火龙，你看看小白白白白的小火龙，他们都直板的哎。吃好了，番茄丝解完了，感谢番茄，我们回家吧。没对象，喝水，喝水。谢谢番茄，谢谢。我现在那个什么，公主连结普通关卡才达到41吧，41之一关，然后困难是28，然后下一个困难是差不多。跟口香糖说再见咯，拜拜，谢谢口香糖，谢主播，不会不会，没有，其实就是很担心会有那个，欸，我真的是最担心是那个要上班的，然后跟时间完全错开的那个，我是最担心是担心到这种，因为要工作，然后没办法换的那一些，不然我干嘛要留那么多？虽然很多人会说什么。怎么讲？很多人会讲一样的话嘛。可是我那应该说第二天那时候有一个预约是约九点嘛。然后他说又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，然后就有在看说那个人九点有没有出现，但是我忘了他是谁。我又忘了他是谁，给我个密码。给他的信号，对吧？然后怎么讲，就是，哎，
有在上班的人就觉得很辛苦啊，难得玩游戏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盒子，阿兔窝的，还有谁要领的吗？有在聊天室吗？他不见了，多的什么？怎么多的什么？没有多啦，哪有多？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听不懂。没有啦，就是帮一些可怜的上班族，想说他们下班好不容易可以玩游戏了，就帮他们溜一下百变怪啊。好不好？这样讲可以吗？可达鸭、企鹅，等一下、喔，他的冰企鹅放哪里？哎、欸，啊，冰企鹅没设围了，他想什么？哦，对啊，哭，他不在火车 ，Sora 在火车上、欸，哎，女人，你怎么那么急啊，女人？直接女人。时间女人，你怎么那么心急？时间女人，好了，我们要开色色五香了。我刚刚没听到啊，哈哈，没听到啦。第五香色色。光遇的那个披风不用看完演唱会也可以买吗？还是一定要买？波西，我能拿一只吗？哎、欸，抱歉，你有没有在那边填单？不是填单啊，你有没有丁选？看一下，你有吗？米米、小糖儿、洋洋、苗苗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好啊，来领啊。教主的老密码，请问我还可以领百变怪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看，状况发生了吧？我是不是稍早有说这种状况？看完演唱会，但不知道中途加入什么算，我跟他说一下。许冠，那位许冠什么汪吗？你这几天有排过吗？有来抓过或排队过吗？更改名字，色色舞。那刚刚隔壁有百变怪，你怎么不去参加？你告诉我，放两只百变怪会不会剩比较多？不会，念绝没有排队过。
那你干嘛不去排队？开了三四天了哎、欸，你这样我好伤心哎、欸。好啦，给你啦，给你啦，好烦哦、喔，烦死了。五龙，百变怪能生百变怪吗？不行啊！你想干嘛？可攻可受也不是这样哎、欸。还是你觉得两兽必有一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先来。阿许冠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想变更大的口香糖。小果，那你等一下吧，我先跟托的，看怎么。哎，这什么车轮饼啊？卡斯达酱全部都挤出来了、欸。你设为那么多，感觉可以去社团跟香料车、欸。不用啊，我们这边我只要开台，其实都会有香料车啊，所以没有差啦。而且我一次，而且我都可以刷到很多啊。我其实现在香料很多啦。但就是怕之后过气，之后过气了，然后没有人来看台，就没有香料车了。哇，这回的卡士达挤出来的车轮饼没有必要吃。哎、欸，真的看的是有点阿展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演出来那种卡士达酱。其实不知道怎么吃哎、欸，它真的是没有自吃的必要哎、欸。我只要我把卡士达吸一吸好了。我是说我过气啦，不是这游戏过气啦，是我过气，不是游戏过气，明白吗，男人？小果来吧，小果，小果，没事啊，至少舒缓很多了啊。你看，总共送出了800只，好，先撇出一半都有来看台，好不好？都算大家都有抓一次，然后抓一次领一次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潜水的有拿过领过的，要不要打个招呼啊？番茄正在游玩《斗阵特工二》，
哎，好啦，谢谢谢谢。都会被抓，还好吧？又不是那个谁，又不是蹦蹦。谢谢繁星，不会不会。还是我应该以后就是看台有机会抽百变怪这样子。当时应该我们先抓一堆，有没有？看台每天抽五个人领百变怪，哇，绝翻！我觉得可以。哎，我怎么这么不会想呢？繁星，怪不得没人看你台。这里排队没有啦，没排了啦，没排了啦，没排了啦。你还剩多少啊？够你玩吗？玩什么东西？有一箱啊，一箱又多刚刚几个吧。哥长，不是啊，你看从现在开始，看台抽一只，一个月就没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刚刚有6 V 的百变怪的团啊，你刚刚没出现，我的天啊！你知道刚刚这边又有人出6 V 百变怪吗？然后开了五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不是我想说哎、欸，你可能会说刚刚不在还什么的，我知道，但是啊，你就这样错过了哎、欸，是有鬼哦、喔！我这边有风滚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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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六车，哎，这个我真的也不想讲啊。从10:30那时候就讲了。哎，安妮，你看是安妮耶，还有胖安妮、安可妮，对不起，不是胖安妮。他说：“说他胖可以，说他肥就不行。为什么安妮都说你在就有色尾？你问他，我在就有色尾，不是我在一定有色尾，好不好？虽然他那天在开台，我分页一直都在看着他啦。他抓到保姆慢波两次我也在啊，三次的拉鲁拉斯我也在啊，原路杀我也在啊，好吗？看成功抓到色尾的安妮背后，都有一个闪耀护符在看着他。话说学员不是有一只色尾宝宝丁？你是说在楼上浇花那边那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是色尾宝宝丁吗？嘟嘟嘟，可以制作坚实攻击喽！哎、欸，没有说哎、欸。没注意到，我也没注意到、欸。一楼图书馆，你怎么知道那是色尾？颜色很深，是不是？那我要去看了哦、喔。你去看色尾，红眼睛。可是它不是色尾，是红眼睛。你要看一下吗？
宝宝丁普通色就红眼睛，对啊，宝宝丁的色为差别是在它的体色而已，哎，你看哦，没骗你啦，这是色为，这是普通的颜色，你看得出差别吗？你看好，你注意看身体的颜色，有没有？再红一点，应该说紫一点，那这个是淡一点。看得出差别吗？我想说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色尾的？看了吗？然后通电还没抓到，皮可西比较明显啊，有没有？好哦，所以那时候我刚玩的第一天，我就在外面是狂打宝宝丁吗？然后他们说我疯了，你在干嘛？我说我想要射回宝宝丁啊。电子好多、哦，对啊，所以胖可丁是比较好认的啦，而且眼睛是绿色的。然后皮胖丁的话是眼，他射回的皮肤也是稍微变一些些，然后眼主要是要看眼睛是绿色的啦。他还没，现在还没抓到。他还没进化。叮。哇，够爱露嘞，够爱那个呢，奇鲁利安呢，感情宝可梦，包容，金情感情包容。我看冰箱打的时候变态好多，我是色为高手吗？不是，单纯是叠字啊，色色吧，不是色，不是色色为高手，是色色发抖，哪一个啊？我去看一下宝宝底。抱歉打扰到台主了，没有啊，要纠正你。那你是色为吗？我记得他的刺是不是比较？这只是色尾，对啊，我突然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对啊，他鼻子比较黄哎、欸，比较橘哎、欸，然后再他的刺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，还真的是 bug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没有在大厅遇过海胆哎、欸。你们有遇过吗？不是，重点是我没有在大厅遇过海胆过哎、欸，还是你撞到进入战斗状态，还是他是吃到我身上的？进来右手边，右手边哦，你说这一只哦，这哪是色尾的颜色啊？这普通的啦，你看一，他已经快没颜料了哎、欸。你看过猪之书吗？你说这本哦、喔，看不懂啊。你知道看哪一个啊？半只宝可梦想象。你说这个哦、喔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炎帝、水军跟雷公的合成吗？观测队负责描述的队员，所画架的幻之宝可梦蓄在地灵区的最下层，真的是很丑哎、欸！他可以不要有前面那两颗，那两个像獠牙就好了。紫苏是八三马的合成体。哇！番茄，去拍给我看。我死！给你看，帮我们看。
你猜右边那只是不是那个是灰星？他要嘛智慧星，要嘛琴架王。地灵区的帽子，全景图。阿比斯，如何改宝可梦盒子的颜色呢？这样啊，盒子，那你就选上面这个名字啊。有没有？我的滑那个指标在上面这里，这边可以改名字。然后也可以改币，什么？改你要的啊？在前面图书馆的交界处，前面是哪里？哪里交界处？哎、我是觉得他眼睛看起来很好吃啦。另一侧怎么会晃？你说这只哦、喔，这只也不是啊，这颜色很淡呢、欸。还是这只？这只也不是啊。豆子安安，鱼烤总会千层面安安。有多的溢出的吗？哎、欸，老实讲，我不会有溢出的问题。三剑客的图你爹 DC， 好啊，我看我看。你们要看吗？我再下来。蛋太丑了吧！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好丑哦！等一下哦，属性浏览。其他都一样，等 DLC 咯。他头上怎么有一个 M 嘛？刚在激战，你叫我拍啥？拍现在荧幕上面这个东西啦。不用了，现在已经有图了，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。要我干嘛？你看他的头啊。你真体贴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跟他就差在哪边吗？他在人家是女生，你是男生。嗯，一样体贴，就差在你是男生，他是女生。一下，好了，完美重叠。如果将来安妮跟我的孩子应该是长这样子，乱讲话。我知道那是戴拉基翁，哎、欸，我名字还是记不起来，可能要等到摸到黑白的时候才会知道了。有人要刷香料吗？一场两个加一个银冠，皇冠，刷怎么不刷？快开房，刷。总之你刷，你直接打两个香料就会有人进去了。快，请刷。
在台北看繁星直播，那你要不要顺便来淡水？就可以看我了，不用看直播了。啊，还有这个，刚才孵出闪星夜喵了，我的闪孵是真的。刚来，请问一下，这车是什么？两箱料的车。哎，买了没？真的吗？我明天去。真的啊，你再来看我的话。不是下雨哦，完了、哦，好，我跟下一车，我应该今天到十二点吧，我好困哦。我主要是怕礼拜一跟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会睡着。耶、欸。没啊，看你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，你要提早说欸。还是你有我的 LINE， 你有吗？这看了头很晕欸，你是说狗吗？还是刚刚的？你是说狗的部分还是海地鼠的部分？那我星期三台北，你要来台北吗？我不是你来淡水，我刚那只哦。嗯，打哈欠。啊，趁十二点刷新，再去一下呆呆王，呆呆手。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啊，让你们看看案发现场。想遇呆河吗？遇到臭鼬的，就这里。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还是我直接吃超能力加倍，有没有？吃超能加倍，直接遇那个一群一群的，因为。这条也会有这种全家福出来，全家出游。繁星晚安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记得早点休息。会啦。哎、欸，你是青哦、喔，嗨安安，到十二点吧。最近睡眠有点反扑。怎么不能要最终进化配百变怪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原来繁星淡水的出没地点，我的出没地点就我家轻轨前面啊。哎、欸，你是真的要来哦、喔？可是最近痘痘长很多哎、欸，你是因为那个吧？你是那个吗 ？CWT 吗？我约人在台北看电影。有人帮我抓吗？抓什么？对啊，可是我后悔了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后悔？玉三家。等下，你是没有玉三家补图鉴是不是？这次规划路线猜对了，拍了两个小时。哦，这不是第一次在世贸吗？没办法、啊，毕竟第一次嘛。请问这次钛金活动明天晚上还能打吗？明天晚上，今天第三天了吗？
今天第几天？第三天了吗？你好像不要更新，你不要去看新闻就可以了啊。蒋夫玉三家，不是我问，我现在是问你是你完全没玉三家吗？哎、欸，我要去打，怎样？但是我网络不见了，白痴。还有位置吗？我想说，我可能要等第三次了。哎、欸，我有。还是没有人进，走吧，望月，我们走。异国负担几率是多少？你有闪符吗？去看看你影片，好像600多吧。F U U W S A， 12月12号早上8点，那就是早上8点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望月，我先走了。望月，我先上车咯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谁要打？那提比，你是不是？我换。我刚好看提比，哎，提比你打第二次对不对？坏人。哦、这样明天晚上11点11号应该来得及。想换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去搜寻00100001，你去交换码搜寻00100001到00900009，你试试看。你去交易那边，因为那边是交换的地方。不然就是你用魔法交换呢、啊？我该用嬉闹吗？不是有 bug 吗？欸、是不是他一次啊？鸡巴的现场满满都是人。对啊，好像修好了。都不知道啊，雨欣梦安安，你到家了吗？谢谢香料车，感谢感谢。我去收个东西，你要睡了，我等一下要睡了。去给我暖床，来就到了。你要上班，嗯，辛苦了。感受不到室内空气，哎、欸，我有看到、欸，哎，说。那个室内很缺氧，一大堆人马上冲出去，不是吗？我那时候看到几个朋友说室内空气很闷，快不能呼吸之类的。你还抠色？那你不是应该要抠2天吗？下次有淡水行程再约出来，上次台北只有1天。好啦，如果有的话再问问看，因为主要是怕说有些行程会耽误到晚上，比如礼拜一吧，应该都礼拜一跟他们在玩啊，其他时间就没有约，没有安排。今天抓了3只黄色大鼠，很
哪哦？玛丽露吗？受不了，想换鸭子、猫咪，但玉三家付不出来。你在讲东西？我先问你，你的年纪多大？我在跟你讲一些东西，你有听懂吗？你知道？你从连线交换这边，这边打001001，0001这样子，你从这样子打00010001到00090009，有机会可以换到玉三家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编号，一号是猫嘛。然后三号是那个四号是鸭子还是鳄鱼，反正这样子啦。你去这边赌赌看运气啦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付玉三家，而且魔法交换我有换到玉三家过很多次啊。然后他跟隔壁的讲，他从刚刚一直卡到音，好像听不懂我讲什么。我跟他讲说你来这边试试看啊，他是一直跟我要，我想说。啊，我没有啊！啊，你去那边试试看啊。对啊，我也跟他讲说魔法交换很多啊，我刚刚不是一直都讲。然后他只回我说他一直付不到。好，谢谢。没有没耐心啊，我只是想睡觉而已。想睡觉而已啦。而且你也很常遇到那个啊，换魔法交换很常换到，现在换很多是小火龙、玉三家，反正都是人家增多的拿出来丢的。那如果你升到，你换到什么色维那些，你自己喂，有回来吗？不是，我网路断了。那 YT 那边好像就没了吧？哈喽，哎，没有啦，断。突然网路断掉，要干嘛？我想说讲到一半，啊，怎么突然显示？反悔。那你讲啥？再说一次。我好像是刚刚跟隔壁 YT 的讲话、欸。今天看了两次我台赚到了，哦，亏烂。开两次台还没收益，没有啦。看一下哦、喔，那我 YT 那边是要特，我调一下。哇，平时这个台都是我这句话都是我在讲的、欸，哇，看到两次台，赚到赚到。
欸，白痴哦，他会自动帮我串到隔壁是不是？欸，笑死。嗨哥 ，Hello， 我想说怎么断了？没有啦，刚刚，哎、欸，就哥 ，Hello， 好，闭嘴，赶紧闭嘴。没有，就我刚才是讲忘记讲到什么，讲到一半就发现说什么，我的荧幕上面什么显示说什么连线中断，然后 OBS 也断，然后聊天室开始有那种爆头的图贴出来，我想啊靠，断了，靠断了。哎、欸，好，那我就不带去别人那边了，你们自己，因为我发现带去别人那边，你们都好安静，也不打招呼什么的，虽然我去 follow 人家啦，那就把你们留在这边，你们继续聊吧。辣教父地面，请问这个辣狗狗，就只有辣狗狗吗？侮辱那几个辣，一个辣而已吗？我现在可以拿百变怪吗？来啊来啊来啊！我去接个网路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换完，我换完我就走咯。淡水会冷吗？想去？你是想来找我蹭温暖，还是想来淡水啊？欸，我 DC 有敲你，你看一下好不好？那个豆子，我 DC 有敲你。米米来吧。想跟我蹭温暖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？你要的话来啊。好可怕。那你问什么？你到底在问什么？哼。咪咪来吧。那我来了，你走开。你在外面淋雨吧？怎么突然广告？然后还是阿凡达，笑死！哎，好啦，等一下啊，我一踢就直接解散喽。然后突击也是哦。这么快吗？不是，因为其实我昨天前天，白痴，我没连线啊，没人提醒我，等一下哦。啊，怎么配错了？你配到谁？抱歉，你配到了谁？哎，抱歉了，我们在交易，不要乱闯哦，感谢了。好不好？不要让我们的印象那么差。原地解散，对啊。阿沙布鲁是谁啦？请问大水杯也可以挂悬崖刷伞吗？不太建议耶，大蛇被它游速太慢了，不是吗？海豚是因为会到处游啦，所以才能用挂悬崖的。你大蛇被那个，它会在原地发呆。两个酸真香，谢谢香料车。Yoko 安安，我要睡啊。
好了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大家晚安哦。明天我是看看下午可不可以开台，好不好？豆子晚安，看一下、喔、番茄晚安，星梦晚安，豆老晚安，咕噜很酷不是，望月晚安，周游昏沉晚安，旧客晚安，妹峰晚安，阿香晚安，苗苗晚安，丽恩晚安，小妞晚安 ，TB 晚安，雪莉晚安，阿卫哎啊叶，阿叶吗？阿叶晚安，叶。咪咪晚安，白莲晚安，顾月晚安，秋风子晚安，北极熊晚安，月雪晚安，欢迎晚安 ，M 晚安，牛奶帕克晚安，平西晚安，毛西晚安，咕噜晚安。感谢没有有没有听过神奇没猪脑的车车晚安，金三晚安，林同学晚安 ，Dan 晚安 ，Line 晚安，旭月晚安。好啦，关咯关咯。谢啦谢啦。那你们继续在聊天室聊哈。好不好，不用害羞。有什么车还是什么不用太早关。自己这边多待一下聊一下天哈。拜拜。啵啵啵啵。有密龙爬过去。